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。 来清点一下2022阿罗拉拿到的异色宝可梦哦，它有一些之前有拿过的不在活动公告里面的就不念了。猫幼少，卡拉卡拉，活动中进化的阿罗拉嘎啦嘎啦，那这次只有活动中进化才有，不然就是要打团体战嘛。阿罗拉小拉达，阿罗拉喵喵，阿罗拉野战术。头盖龙，雷电兽，绿毛虫，天秤偶，龙虾小兵。龙弟弟，好吧，那差不多就先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